八月三十日，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，一辆左转弯二轮摩托车和对向直行的一辆小轿车相撞，摩托车驾驶员被撞后腾空飞起，空翻360度后安全落地，事故过程被监控完整拍了下来。据了解，摩托车驾驶员是一名中学生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。